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李白。好的，我们今天终于有一个机会来录一个影片了哈。那为什么最近发片的速度有点缓慢呢？应该也没有缓慢啦，因为就差一天啦。那是因为哈，最近啊一直在忙家里的事情，因为有小朋友要照顾啦哈。那家里的事情要先安顿好嘛，对不对？那公司的事情还是一样的忙碌哦。那寄件的人还是一样很多，水货还是很多。其实经过双十一、双十二啊，那一月份啊还是那么多，哎，奇怪哦。人经济奇迹就是在客人买预购的这个状况啦哦。好的，所以我们今天就忙里偷闲，就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一个叫做是，无限畅饮。好不好？无限畅饮的系列格斗家，好不好？无限畅饮，什么是无限畅饮？应该大家看我的影片应该都知道啦。无限畅饮就是你的不用觉醒，你的主动技可以无限发送，好不好？无限畅饮，好不好？那因为玩家呢有跟我讲了一位人员，一位格斗家，然后就九六金卡法。那我看了一下九六金卡法呢，其实他跟那个九四金卡法很类似，因为他们的秒数啊，他们都在十点多秒。那十点多秒呢，而且又是平衡型，又是格斗，又是平衡型，然后他又是攻击型的话，那就更爽啦，因为他可以带那个九五 Kim 跟那个九七东丈哦，就可以带来无限畅饮的那个无限主动技。那我们找一下，给我讲完了呢，我怎么还找不到金卡法？金卡法，我们的 King 金馆长在这里，九四金卡法呢，它真的蛮类似的，因为它只有十点多秒。那十点多秒呢，它就是飞翔脚、半月斩跟飞燕斩，有没有很多熟悉？就跟那个漂亮金卡法是一样的啊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今天呢，觉得十点多。秒可以到后面，我们再测试。后面的话，我们可以玩一个比较特殊的，因为它是平衡型。那它可以无限主动是没错，但是我们现在要介绍的比这个更爽、更快、更爽。那我们的那个玩家呢，在我下面留言呢，是留言这一位叫做是九六金卡法，好不好？九六金卡法。那九六金卡法呢？为什么我刚刚先用九四金卡法？原因就是因为他们都很类似，对，他们都很类似，就是这几，就是十点多秒，对，十点多秒都很类似。好的，那我们这个很类似的呢，我们就等到后面我再来跟大家做一个专题，好不好？哦，做一个专题。但是我今天要介绍的呢，那请我在我留言的玩家呢，就是敬请期待哈。那我们先来介绍的就是这一位。比这个更爽更快哦，真的是无限畅饮。就我前几天才抽到的，这个叫做是前几天才抽到了，这个叫做是，哎呀，我又找不到了，奇怪，找那个风八，另外一个就可以找到他这里。哎，我们常常打的那个风纳炮灰风纳有没有？现在终于变成我们的主角了，好不好？终于变我们主角了。那为什么我会用这一个呢？就是我们要重新介绍，因为风八跟风纳呢，之前在刚开始出来的时候，它是第一代，就是紫卡，第一代紫卡的抽卡卡池，好不好？风八、风纳就第一代抽卡的卡池，就这个游戏刚开始的时候，第一个紫卡就两张紫卡，就这两个风八跟风纳。那风纳呢，跟风八呢，有一段时间沉寂了很久。那为什么又要出来练呢？因为它的内容已经有改过了，哦，内容已经有改过了。好的，那我们来介绍一下风纳哦，暗黑大蛇之血觉醒雷欧纳，黑暗大蛇之血。那它是蓝属性平衡型的角色，好不好？平衡型的角色。那它队长技能使平衡型格斗家的攻击力增加 30%， 暴击率增加 10%。它只要队长技能有暴击率的话，应该本身就有加暴击，好不好？那我们来看一下详细能力值。那 HP 呢？因为它是平衡型嘛，哦，啊，我看错了，我应该用那个，图鉴97风纳，好的，应该是这一个才对哦，这个比较准。
那这个呢，就是它是平衡型的嘛，所以攻击力是7584，防御率是6653，贯穿率1087，因为我要贯穿率蛮高的，因为它有加爆那个核心有加爆那个贯穿力。那暴击率呢 6.5， 暴击伤害率 16.9， 哎，这个暴击跟暴击率没有加，哎，哇，奇怪了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来看一下核心效果，然后连击时间增加，连击持续时间增加 1.2 秒。那贯穿率加 192， 那攻击力 1050， 那类型攻击防御型的敌人攻击量增加 6%， 那技能打击打击伤害量增加 6%， 那 HP 加 8400， 那核心被动核心呢，血的暴走所有主动技的基本冷却时间减少 0.6 秒哦。我跟你讲，最少最少你再怎么扣啊，它一定会有一秒，好，一定要一秒，所以我们这个它的主动技就只有一秒。我们等一下看一下它是什么主动技。然后血的味道，暴击命中时恢复所受伤害 3.7% 的 HP， 所以它可以用什么？用茶会那一张，或者是有加暴击率的那一张，好不好？套卡都可以用。好的，那我们看一下缘分啊，主要格斗家呢还是一样96雷欧娜，哎，我没有96雷欧娜，哎，哇塞！我没有96雷欧娜，又奇怪了，又要慢慢抽了齁。大蛇的邪念防御率那个97，雪露咪，好不好？97雪露咪，大蛇的邪念，哇，97雪露咪，还有那个97的克里斯，还有97的那个97的这个谁啊？七加射。那再来就是97的雷欧娜觉醒，那他的 HP 加5的哦，自身恢复 HP 2%、欸。那再来就是力量控制跟大蛇之血，大蛇之血就97大蛇跟12的那个雷欧娜，那跟12雷欧娜比较好。哇靠，他还有扣时间减少一秒，哎，我跟你讲，这真的只剩下一秒了，因为他最基本还是有一秒。好的，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他的那个技能啦、啊，威武军刀 EX 10.6 秒，好不好？使用时他用超级护甲3秒，命中时 100% 几率破防。哇，破防哎、欸！那这个涡形发射器就是那颗球啦，齁，那个球使受到技能命中的对象在7秒内一秒攻击力29%的雷电击伤害，电击伤害。啊，所以我们的风纳呢已经把它练到90等哦，齁，最高了齁。那最好的就是这个啦，雷欧纳撞击 EX 8.5 秒，我们要诉求的就这个无限畅饮，好吧？无限畅饮雷欧纳撞击。哦，在5秒内呢，暴击率增加 20%， 哇塞，没有冷却时间哦，你只要发动啊，每5秒一次，每5秒一次，爽啊，暴击率 20%， 攻击力增加25%，哇哦，那预览技能一下。好的，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一个叫做是，等一下我们会有那个三 P 必杀卡啦，好不好？威武军刀，哇哦。大家常常看那个风纳被人家打，现在就是风纳可以打风纳，好不好？涡形发射器就这个球啊，这个球真的很麻烦哦。每次靠近它的时候就哦，就这个雷欧娜撞击，哎呦！而且它可以一起发，一起发，一起发，所以它不知道有没有挖地瓜，它好像没有挖地瓜，它是朝上啊。但是它是浮空哦，所以它只要一秒的话，它飞上去，你还可以一直按，一直按，一直按，它就可以无限畅饮啦。重力崩爆，呀、yeah, 啊，对哦，它是，哎呀，对啦，它只能装这一个旋转火花，它不能装三气必杀啦。哎呀，真是的，对啦，因为它是风娜，不是雷欧娜。哇，这个让我想起了谁？伤员呐。又有白树的伤员啊，那一个07刀07剑，好不好？炫的哦，呀，太爽了！好了，我们迫不及待来玩一下我们的 8.5 哈，那绝对是只有一秒而已啊，可以在你无限畅饮啊，叫了好凄惨啊！好了，那我们就来玩一下哦。好，我们换一下，因为它是平衡型。
好不好？我们换九七东藏，九七东藏的有九七东藏在下面。九七东藏再来叫做是风浪，然后我们再找一个打手。阴潮精好不好？好的，我们就配合叫做是一二雷欧娜，所以它可以减一秒。那好的，我们就用这个来玩啦，好不好？哎，我看一下有没有装那个装备卡、属性卡、套装卡。我等一下玩一下的时候又觉得，哎，有了。我们这一次啊，用那个中型攻击卡，好不好？中型攻击卡哦，完完全全就加攻的啦，好不好？好的，那我们这次啊，来玩一下这个叫做是打风纳，好不好？风纳打风纳，我们要打风纳一下。哎，蓝色的哎，哇，哎，为什么是蓝色的啊？它本身不是蓝属性的哦。快走啊！哎，他没有挖地瓜哦，他可以破防。要抓紧时机，掉下来之前赶快打。他就没办法翻滚了。无限畅饮开始启动模式。买照，再回回来。真的是无限的，每一个都无限的。旋转火花，大家有没有看到？哎，哇，破防了，破防了，一二三，好不好？一二三，破防了，挡没有用啊。哎，抓到了齁。
结束了。哎，还没。耶、yeah ！啊，它不是相克属性啊，所以打很久啊。我们要找一个相克属性的。有没有这个无限畅赢啊？就是这个感觉啦。我们来找一关好了，这样看不出来，它很快就可以结束。打一下千鹤，让我们感受一下快感，好不好？要抓紧时机，它就是刺，它是往前突刺啊，好不好？它算是掌风型，所以要抓紧它掉下来那种状况。刺死你！关厕所，不要跑！嘿，要其他人在看什么？你的小喽啰在干嘛？哎，被你影响到了啦！刺死你！刺死你！这才是真正的风纳军刀，向前突刺，好不好？不错啊，因为它本身缘分有减 CD 值，还有减 CD 冷却时间哦，然后再加上队长技能，然后再加上它本身的最重要是它本身的被动核心就有减 CD 值的哦，好不好？不错啊，超爽的哎。这个比那个叫谁？比那个终极路卡尔还爽啊！终极路卡尔只有一招而已，他三招都可以给你减 CD 啊。好的，那我们这个风浪哈，他再也不是哦，终于变主角了哦。上次被我抽到，然后刚好看到他的队长技能跟他的核心技能，哇塞！他真的是减 CD 之王啊，对不对？好不好？好，我们这个无限畅饮雷欧娜撞击 EX 跟大家介绍到这里，好不好？有雷欧娜赶快拿出来用哦，不要让它封存，降到最底下，好不好？把它爬稳一下，爬出来一下吧。风娜也是有那个，不要让它被喷炮灰啦，好不好？好的，那我们这个风娜呢，跟大家介绍到这里了哈，那我赶快去无限畅饮吧。把风浪拿出来玩，8.5秒而已啊，只有一秒啊。好了，那我的影片就到这里，那我谢谢大家哦，大家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